周老师、叶朵老师，让我们欢迎魅力宿舍的贝芬老师。
台中市华盛顿双语小学第四次届毕业典礼，典礼开始，奏乐。马丽巴乐团表演。First program on this special occasion is a performance by our school's very own marimba ensemble. Let us give a great big round of applause to our marimba performance. 今天的毕业典礼表演非常精彩。首先，我们开场的是马丽巴乐团，请给他们热烈的掌声。此时此刻，同学们要怀着感恩的心情来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师长的教导之情，以及学校社会给予的爱护之心，我们才能够健康地成长茁壮。懂得感恩的人更会奋发向前，广结善缘，成为自己以及别人生命中的天使，发挥自己的优势潜能，创造出属于自己的蔚蓝天空。面对资讯快速变换的世界，前英国教育部长布朗奇曾说，每当我们翻开书页，等于开启了另一扇通往世界的窗。阅读是各种学习的基础，即将步入人生另一个阶段的同学们要养成阅读的好习惯，借由持续不断的阅读，累积生命能量，为自己的未来打下深厚的基础，打造独一无二的自我品牌。美国职篮 NBA 传奇球星 Michael Jordan 曾说，我能接受失败，但不能接受没有尝试。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将来会拿到什么样的口味。未来的世界等着各位去探索，充实自己，养成运动的好习惯。最重要的，要永远
健康乐观地迎接每一次的挑战，机会是给准备好的人。最后，深深地祝福各位毕业同学，前程似锦，珍重，再见。那我们谢谢三位老师。Chairperson in place。主席就位，我们请罗美一罗校长上台。Please stand up。请全体毕业生起来并起立。Attention. Sing the national anthem. 唱国歌。Presenting graduation diplomas. 颁发毕业证书。我们请校长为我们恭读毕业生毕业纪念毕业证书内文。毕业证书，学生杨子庆。等175名毕业生在本校修业期满，成绩及格，准予毕业。依国民教育法制规定，给予国民小学毕业证书。台中市私立华盛顿国民小学校长罗美英，中华民国103年6月20日。谢谢校长。接下来我们将颁发毕业证书。学校将为每一位小朋友照相，我会把它放在学校的网页上面。麻烦在场的贵宾及家长，请勿站在台前拍照。谢谢各位家长的配合。现在颁发毕业证书，首先是6年1班杨子庆 Jason。Steven.
Hannah。
杰宇 Joyce。
Please. Thank you.
凡事尽其在我，再次恭喜你们。也谢谢校长，一个一个班很辛苦，谢谢校长。English singing performance， 英语歌谣表演。Let's all put our hands together for their wonderful performance. The students worked extremely hard for this performance, and thanks to teacher Jenny. 欢迎由毕业生组成的完美团队，感谢 Jenny 老师辛勤的指导，请热烈掌声欢迎他们所带来的戏剧与歌唱的表演响宴，掌声欢迎。I have a big surprise for you, my dear daughter Jasmine. Ladies and gentlemen, I give you to fall. What's all this? What's going on? Your father wanted to surprise you. Are you happy? What? I know what's the best for you, my dear. He will be your future husband. Husband? I don't need a husband. Is there anything wrong? No, no, no. Everything is under control. Stop, stop, stop.My life and I'm in control of it. I don't believe that's happening. And now I choose to leave.Thank you.
Let me show you.
张会长好。荣誉会长罗会长。罗会长好。荣誉会长王会长。王会长好。副会长吴副会长。吴副会长好。蔡副会长。蔡副会长好。刘常务委员都很客气啊，坐在后面，可不可以站起来？给大家认识一下，不好意思哈，没关系。好，我们陈常务委员，陈常务委员，陈常委好。苏常务委员，苏常务委好。张常务委员，张常务委好。缪委员，好，可能坐在后面了。好，再来。曾博士，曾委员，好，之前再来就是我们台中市教育局政工室主任林主任，说在路上有事情，结果不能到这边来哈。还有我们大业大学的顾问韩都雪，韩顾问早上也过来，但是有事情就先离去。好，再一次掌声谢谢我们的贵宾。让我们感到非常的荣幸，谢谢。Chairperson's speech， 主席致辞，请大家以掌声欢迎校长给全体毕业生勉励与祝福。董事长、各位董事、长官、来宾、校长，以及其他的重要的贵宾、各位家长、贵宾们，以及老师、同学们，大家。好，今天我们175位小朋友在学校创下了无限无数的光荣历史，也为自己奠定了良好基础。今天就要毕业了，我在这里恭喜各位，也祝福各位，每天从清晨到深夜，校园里、操场上、教室里、学习区，留下各位欢乐的笑声，留下各位的汗珠，甚至于也留下了泪水。这一些都成为美好的回忆的，但是也造就了各位充满了信心，要奔向另外一个人生的里程碑。我在这里邀请同学们要带着感恩的心情，感恩我们如苦寒心的照顾我们的父母们，感谢辛辛教诲无怨无悔的老师们，感谢同窗共读互相切磋的同学们，因为世界上唯有他们才是我们人生最大的宝贵、宝藏、宝库，因为他们好像是存款，但是永远提不完。因为父母觉得孩子你一定要比我强，所以不管怎么样的牺牲，就是为了我们。老师，希望你青出于蓝胜于蓝，我看过一定要教你。同学们，不怕老去求进步，所以这是我认为最可贵的，也希望同学们常常怀着感恩他们的心理，你的存款就会越多，也要好好的善用他们，因为他们存款是提不完的，所以我们要好好的珍惜。我最近我们毕业同学们有一个活动叫做跳蚤市场义卖活动。我为什么要举这个例子呢？因为我太感动了，我太喜欢了。我看到他们在义卖这个东西的时候，我走过去忍不住，也舍不得不买，忍不住要全部买，因为
他们发挥亲师生团队合作，他们发挥我们平常老师所教的，包括我们环虫金融教育所教的方法，卖力的演出。每一班有一个摊位，可是有的小朋友跑出来没有在摊位里头，等不及了。两位小朋友汗流浃背，提了一个塑胶袋，里面充满着冰块，两瓶饮料。我说你到底在卖饮料还是在卖冰块？他说是在卖冰块，不对，他说是在卖饮料。哦，你看，为了要让饮料冰冰的，用这种方法有创意，买了。接着还有小朋友走来走去，但是每一个摊位都很认真的卖。老师也加进来了，卷起袖子，校长这个送给你，哇，不好意思不买，这个可以当晚餐，哎，可以省做晚餐的功夫。好，买晚餐送早餐，这个是卖东西的方法。还有一个小朋友，雷神巧克力，哇，现在很叫卖，很夯的嘞，只剩下最后一个哦，校长你买不买？想买，可是我又不想吃甜的。眼睛转到别的地方，哇，这个是项链最好的，校长你戴起来真的真棒。我在犹豫，他说你买这个送你雷神巧克力，哇，真好真棒，买不买？买吗？还没，还在思考。他说校长可以讨价还价啊，可以讲价钱啊，讲价钱啊。所以他们发挥出一定要卖出去的这种功力。好，继续走，有一个小朋友，他的说校长100块卖你50块。我说哇真好，可是你并不是6年级的毕业生啊。他说对呀，我是来买东西的。我说买东西怎么在卖东西？他说因为我去找到那个可以杀价的，然后再来卖给你。我说那你杀到多少？我杀到20块。我说你杀20块卖我50块，那你赚30块拿去哪里？他说30块我还可以继续买，买了呢继续卖。哇，这个叫做身外局外人哈，人在这个第三者的时候看得更清楚。他呢在这里做起贸易来的。还有大家一张这个购买券就50块，每一样东西都是很便宜，5块10块5块10块。结果走到最后的地方，一个家长来来来，校长进来 VIP， 跑到 VIP 进去，不晓得要做什么嘞，原来拿一个 Coach 的皮包。哇，这个到底要多少钱啊？老师请说，老师不敢说，家长也不敢说。我说只要你们叫多少我就买。哎，家长说1500，哇，那个5块10块累积多少才有1500啊？小朋友好高兴的把我这一叠都拿回去，高高兴兴的跳回去。我以为那从此可以收摊了，没有，东西一收马上继续叫卖。我是要举这个故事，因为很感动。我也要举这个故事，是因为小朋友和老师、和家长、和同学脑力激荡所得到的结果，加上积极的态度，这种努力的态度，在我们心理学里头可以叫做学习可以迁移，学习可以内化，用这种方法来学习任何事情，无往不利，一定会成功。所以同学们，这是因为我们切身刚刚经过的事情，我跟大家勉励，就是要让他记得，在我们华盛顿小学最后的几分钟，我们努力是可以看得到的，我们用这种精神继续努力。在这重要的时刻啊，高谈阔论你会觉得老生常谈啊，何况用我过去所学的要告诉你现在正在成长的孩子要去适应未来的世界，很可能不见得有用。所有的一切要靠自己的双手，靠自己的智慧应用学校所学的，继续发扬光大，寻找自己的专长训气，建立自己的能力，灵活应用，成为很好的智慧。这样子再加上你正确的人生观，正面思考的想法，以及积极
的态度，各位就会成为我们华盛顿小学的优良杰出校友了。所以明天之后，我们校友要常常回来，因为你一定相信你是杰出的校友，你一定可以光荣的常常回来母校，跟我们学弟学妹们分享你的成就。最后，我要祝福大家海阔天空，鹏程万里，拿起您坚毅的力量，坚决的勇气，展翅高飞。祝福大家一路顺风，要常常回来，让我们看到你是我们的光荣。谢谢大家，也祝福所有贵宾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谢谢校长给毕业生的鼓励。President's speech。董事长致辞。热烈掌声恭请董事长为大家勉励。首先非常欢迎，也非常感谢所有各位贵宾、各位家长，你们百忙之中拨空来参加我们第十四届的毕业典礼，带给我们这些孩子们的祝福，谢谢你们。时间过得真快，到今年从创今年已经有40年了。孩子们看到孩子们以后到国中、高中、大学，他们的表现真的让我感到非常骄傲。表现的突出跟优异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在校生他的表现，大家可以进到校门就可以看到好多我们的各种竞赛，不管是校内比赛、国内在地方性的比赛、全国性的比赛，还国际性的比赛，我们在语文上面、数理上面各种的竞赛都是名列前茅，表现非常优异。你可以看到我们的品德教育，不管是在教育部、教育局，还有三好，都是认证学校，也是示范的学校。你可以看到今年我们的自然科长还是团体的总冠军，你可以看到我们的阅读磐石奖也是唯一的四项，你看看所有种种的竞赛比赛都是全国唯一四项，这是可以看到有进到，每次我进到学校来跟校长、主任、老师他们座谈的时候，或者进校门来看看他们，每次都让我非常的讶异，非常的感动。就像今年的开学第一天，我想进来跟校长、主任们鼓鼓励，但一进校门的时候，我看到校长所有教职员工全部所穿的衣服都是为了第一天开学的第一天，所以老师上课的内容把它跟上课的内容来结合，服装来配合，所以你可以看到整个学校的运作，大家的积极，已经是全国最受瞩目，而且可以认为是全国最好的学校，但是他们各种的表现还是非常的积极。你可以看到父母节的时候，爸爸节、母亲节，他把它结合起来，然后用资料来兑现，来怎么设计让小孩子更懂得感。又看到这次呢，在世贸展示的庆功宝上，你看开幕邀请我们华盛顿去表演，但是也邀请了我们孩子们小一、小二的小孩子们去做导览，中英文导览。当我进去看到、进去听他们在导览的时候，我真的非常非常的感动，这都是学校全体教职员工大努力所得到的。所以在这里真的由心里表示对所有教职员工的用心努力，感谢你们，真的你们真棒。
更要感谢我们所有的家长及社会对我们的决定跟支持，才有今天。所以华盛顿有你们真好。各位同学，今年是你们的毕业日子，你们更应该怀着感恩的心，感恩我们的无怨无悔付出的爸爸妈妈以及家长们，才有办法他们给你们的爱，你们才能让你们在非常快乐的成长里面的去学习。所以虽然小学的学习阶段已告一段落了，另一个新的学习新的环境即将开始，我希望我们的华小所有的同学们，你应该要秉承我们主动学习精益求精神，继续勇敢往前进。我相信你们一定是最棒的，你们的钱是无可限量的。最后我预祝所有毕业同学鹏程万里，前程似锦。在座的所有贵宾、家长、我们所有老师们、同学们，身体健康、平安喜乐。谢谢大家，谢谢。谢谢我们同学贴心的努力。Official thank guest speeches。长官来宾致辞，我们掌声恭请台中市政府文化局艺文推广科萧敬平萧科长，还代表台中市副市长来致辞。欢迎萧科长。好，现场我们的罗董事长、罗校长，那么我们知道今天来到现场呢，有很多位校长啊，各位校长，还有我们各位的会长，以及我们现场所有的贵宾，还有我们各位最辛苦的家长们，当然最重要是我们华盛顿国小今年第十四届的所有的毕业生们，大家早安，大家好。好。我今天啊，其实非常荣幸代表胡市长，来到我们华盛顿国小颁发市长奖这个奖项啊。那我个人呢也非常开心，有机会第一次踏入我们华盛顿国小，来看到我们这么优秀、这么多非常有自信的学生的表演。那刚刚我也看到，就是马林巴音乐的表演了。让我想起就是去年我还在葫芦墩文化中心当主任的时候，那刚好呢就是有一群非常活泼，而且呢他们是结合了马林巴音乐表演跟我们的舞蹈表演到葫芦墩文化中心来演出。那么那一场呢几乎是座无虚席，总共856个位置啊，全部都卖，应该不是卖了啊，全部都所有的那个座无虚席之外呢，我们看到就是现场这个学生的表演呢，不仅专业，而且所有的家长在过程当中呢，也给我们最多的这个协助跟支持。当然学校的老师所带领这一群优秀的学生这样的一个杰出表演，让我们整个葫芦墩文化中心呢都留下了非常深刻的一个印象啊。所以华盛顿国小呢，对于我们整个，我相信不管是在政府、在企业界，还有在很多家长的心目中呢，都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个选择啊。那今天呢，我想除了就是非常开心，可以看到所有的学生们呢，好不容易六年的辛苦啊，在今天呢，终于要开花结果啊。那我想就是接下来要迈向一个新的旅程，要上国中了，那可能还有将近两个月的一个时间啊，除了呢可以好好放松之外呢，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利用这个两个月时间好好的学习，好好的思考，那么在未来这个学习新的学习旅程呢，可以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也找到属于自己的人生新方向。谢谢，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小科长的毕业致辞，谢谢科长。Head of PTA speech。家长会长致辞。因为张会长因为邀功，特别委托刘思显刘律师代为致辞，请热烈掌声恭喜刘律师给全体毕业生勉励与祝福。
宾，还有这个家长会的这个前会长们啊，还有这个副会长们啊，然后尤其是在座的这个家长啊，以及今年的毕业生啊。那因为今年这个张会长啊，他今天啊有公务在身，没有办法到啊，所以呢，他特别的指派我啊，带来了一封信，然后给各位这个今年的这个毕业生啊，给予这个祝福啊。那以下，那我就带来这个张会长的信啊，那是这样写的。今天是在场六年级同学们的毕业典礼，首先我衷心的祝福各位毕业生，毕业后鹏程万里，前程似锦。其次，今天我要跟在座即将毕业的同学们分享何谓学习的目的，并与同学共勉。学习的目的应该是要训练独立的思考能力，并培养自己的兴趣，并不是训练自己成为一个考试的机器。太重视考试的成绩，需要付出很大的时间成本。除了考试能力增强以外，其他关于品格、健康、人际关系以及对美的事物的鉴赏能力都会忽略了，这样相当的可惜。成就一位企业家，不只是要有成绩，而且要有良好的品格、习惯、态度、格局跟人际关系。而企业家在寻求人才的时候，也不是光看应征者的成绩，而是要看这个人是不是有创意，是不是有热忱。奇美电子董事长许文龙曾经说，人的一生当中，学生的阶段的时间是很宝贵的，不可以都用来考试。就实际上来讲，花少许的时间就能够考60分的人，边际的效益最高。因为考60分表示基础都懂了，而且还有剩下很多的时间可以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例如看课外读物、运动、听音乐、看电影、看展览、旅游以及结交朋友。如此多元的接触跟学习，对于培养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创造力以及兴趣，甚至增加人际关系都有相当的注意。其次，要再花多一点时间去考80分的人，成绩虽然不错，但仅剩下一点时间可以做自己的事情，略为可惜。最后，要花全部的时间考100分的人，成绩很好，但是却没有自己的时间可以去发掘跟培养自己的兴趣，这个是最最可惜的。所以我引用许文龙的这番话，不是要告诉大家念书不重要，而是要告诉大家，人生除了念书之外，还有其他更重要的事情需要我们花时间去学习。所以在学习过程当中，不要为了争取第一名的成绩而牺牲了其他更重要的事情。我们可能不会记得小学一年级是哪一位同学考了100分，但可能会记得哪一位同学发挥了拾金不昧的良好德性。我们都知道吴宝春的学历不高，但是他对做面包很有兴趣，而且也很有热忱，努力不懈，最后终于取得了世界面包大赛的冠军，声名大噪，之后也开了很有名的面包店，成就不凡。所以一个人的成就不单单是以学业成绩来论断。华盛顿小学一向是提供学生多元适性的学习环境，所以很恭喜大家在这样的学习环境当中成长，非常的幸运，前途也不可限量。我们人的一生当中都在学习，学习的路非常漫长，学海无涯。我们不要在意输在起跑点，而要在意的是如何的赢在终点。以此勉励大家，也祝福大家。最后还是祝这个各位毕业生
传承万里，前程似锦。谢谢，谢谢刘律师的祝福与勉励。来宾补充介绍，我们介绍许耀元、许董事及夫人，请掌声挥手跟大家打个招呼。长官来宾致辞，我们邀请华盛顿中学王林娟王主任为大家为毕业生讲几句勉励的话。我们恭喜林娟主任。市长、夫人、各位嘉宾、校长、各位家长、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华盛顿附中部的林娟主任。大家好，能够为华中代表华中到这儿来献毕业的祝福，我真的觉得很开心。看到这样的场合，我想起了我自己，我想起曾经我的学生问过我，老师，你还记得你的小学老师吗？不好意思，坦白说，我不记得我的小学老师，也不记得国中老师或高中老师他的名字，或者是他确切的长相。但我会记得，我小一的时候，我的老师派了一个不爱说话的我去参加了说故事比赛。我说了水仙花的故事，拿下了全年级的第一名。礼物是到图书馆去选一本我爱的书，我选了《小王子》这本书。从此，我跟书本、阅读、文字结下了宿命般的缘分。我记得我的国中老师教训我，不要骄傲你的天赋，而是要去做值得你骄傲的事。我记得我的高中老师教我，读书人要有骨气，要把腰杆子挺得直直的，要无欲则刚。我很抱歉，我忘记他们的名字，我很抱歉，我没有亲自跟他们说谢谢，谢谢他们在我生命里面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当了老师之后，才知道自己其实比我的老师还要幸运，因为我的学生有一大半来自华小，因为华小老师教人文、教感恩，所以我会被我的学生记住。林依颖学姐一路从华小、华中、华高、政大外交系，现在人在西班牙念牙医。他第一次去打工，赚到了第1200块。他买了两盒饼干，到国中部来，谢谢那些曾经在他生命里面扮演过不可或缺角色的老师，谢谢我们，让他有独立性，让他有自主性，让他可以生存。我要谢谢华小的老师，你们所教的温度将会在这些孩子心中扎根，而华中也会接续你们的精神，我们会更用心、更用心、更用心的爱他们。我也要跟在座的学生小朋友说，到毕业之际，不要忘了回头去看看这些曾经把你捧在手掌心上的老师，不要忘了那一些一直只记得你的好的老师，不要忘了那一些告诉你生命态度、中心思想的老师，最重要的是不要忘记要说一声谢谢。最后，我要祝你们毕业快乐，然后我们华中再相见。谢谢大家。谢谢林娟主任。A great big thank you to the esteemed guests who managed to devote your valuable time for attending our graduation ceremony and wrote us with the encouraging and inspirational speeches. 这边插播一下，车号 ACB0222 银灰色的车主，你挡住了其他车子的出入，请你协助尽速移开，谢谢。Presenting awards. 颁奖。Now we will move on to the next portion of the ceremony. Presenting the awards. 现在要进行的是第一阶段的颁奖，请获奖同学到舞台右侧准备。首先要颁发的是董事长奖。在颁奖之前，让我们先看一段
由五年级自治室学生所录制的一段好玩的影片介绍，请看。
学生。会长请留步，我们还有一个奖项，还有一个奖项。接下来要颁发的是国际获奖学生台东市政府表扬的奖状。得奖的是2013国际小学数学及自然科学奥林匹亚竞赛504郭念仪、601陈品言、603曾思珍，以及2013国际小学生电脑创意写作比赛601陈朱莉、603梅博恩、604林维德，以及504于之琪。我们继续请肖科长为我们颁发市政府奖状。
子勋，603黄国瑞、詹哲伟，604周子顺、黄瑞宇，605肖志佑、林金化，606陈少奇、赖伟胜。准备让他们的电力潮热会场气氛 ，Are you ready？
谢了黄董事，不能颁发。我恭喜黄董事。
李能优异奖，陈静茹、谢廷瑞、赖玉慈、周建廷、杨子生、萧凯伦，热心服务奖，张淑奎、谢怡晴、黄君燕、刘佩侯、蒋雨桐、黄雨柔、黄晨燕、李宇辰。我们这个奖项请。家长会荣誉会长罗生义，罗荣誉会长。好，那我们请荣誉会长，也是602王勋巧的爸爸，我们王伟鹏王荣誉会长，我们颁发这个奖项。
你有发烧吗？当然没有，我是为21世纪环保主义者，怎么可能会发烧？那就一定是你搞错了。我搞错了啊！想起来了，看看今天董事长、校长、全体的老师把毕业的会场布置得这么漂亮，让我不由自主也想要毕业了啦。你们看都没有人呢，一心只想毕业。对哦，上台要用绿袍的名字，那你真实的姓名叫什么？跟您说，我真实的姓名可多着呢。在我家里，我爸我妈叫我小心肝，我爷爷我奶奶叫我小祖宗，可是啊，我祖母祖母就偏偏要叫我个小姑奶奶。什么名字啊，乱七八糟。我还要外加一个21世纪环保主义者的名字。什么呀？那你今天穿着一身蓝袍又有什么意义呢？蓝色本来代表是纯洁与干净，但是呢，我现在穿蓝袍原因是要让学长学姐们的学业海阔天空，鹏程万里，一帆风顺。那我绿袍也不能输给你。绿色代表着希望、环保还有生命力。至于我今天穿这一身绿袍的目的，就是要希望各位学长姐在未来的学习中，可以如同一株嫩芽，逐渐成长茁壮成一棵大树，进而实现自己心中的梦想。说得真好。最后，祝各位学长学姐在学业中一帆风顺，鹏程万里。黄晓的大门永远为你们敞开，深受再见，有吗？本人下台一鞠躬。我们谢谢由刘芳一派人带来的相声祝福，接下来英文祝福词，我们由5年级张诗华、苏玉瑞带来的英文 talk show， 掌声鼓励两位学生。Then our principal 应该很伤脑筋吧 ？I guess so.
烈的祝福，相信毕业的学长姐们，学长姐们一定会牢牢记住的。Presenting Awards， 颁奖，我们现在进行第三阶段的颁奖。学习奖很不容易，所以我们请
毕业生们经过六年的淬炼，恭喜大家羽翼丰满，剑露光芒，即将飞上人生另一个阶段。While we are sharing the sadness over your departure, we are also glad to know you are at the starting point of a wonderful journey. 欢迎由601陈品言、602吴永贤、603罗慧欣、604卢成富、605林婉萱所带来的中文毕业感恩词，掌声鼓励。在主任后面和他比高矮。
主任、老师、小哥、叔叔、护士阿姨、护士阿姨、阿姑阿姨、厨房阿姨，真是真是对不起啦，太谢啦。你们看，从这里往外看，高架桥早已通车了。这几年学校景观也改变了很多。这学期运动布置了许多新的阅读设备哦。我们的英文教室可是以前的校长办公室呢。学校的布置常常更新，说不定毕业回来后又有大转变呢。哎呀，岁月不饶人啊！景物虽改变，但师长们对我们的爱心却始终没变。说真的，景教老师把我们当成他的小孩在疼，虽然有时他很严格。何健老师把我们当成他的家人在照顾，虽然有时候他真的很凶。婉静老师把我们当成他的小侄女在关心，虽然有时他的要求很多。天恩老师当我们是好朋友，妈妈亲。不过他有时会被我们气到哭。玉书老师把我们当成爷孙分手，有时我们让他伤心难过，说不定他已经比我来凶啊。老师。你的要求与期待我们都明白，在此我们由衷的谢谢你的爱，无怨无悔的付出。也要感谢董事长啊，因为他是一路看着我们长大的。我们也要谢谢校长。不过当校长每次批准这个安装组的手势时，我都只有傻笑，不敢批他的手势，因为我怕喜欢我的女生会吃醋啊。我们也要感谢副校长啊，每学期他都为我们准备好多锅的粥让我们享用。好多锅的粥，就是语文粥、数学粥和科学粥啦。对哦，投石器比赛、数学闯关、偶戏表演，学很多又有趣，真想再玩一次。还有运动会的大队接力，简直让我们嗨到最高点。多会的好坏去演戏，让我们过足戏，太有意思了。期末的水枪大战。早市场的变冰镇真的很刺激，很好玩。我们还曾在学校包汤圆、包粽子，结果就敢吃好几包的。还有，万圣节还吃一大堆半年份量的糖果。我们班陈柏宇的生日把费大餐是全班最期待的，唉，再也吃不到了。还有毕业旅行，真的好怀念哦，校长。大家理智一点吧，该是说再见的时刻。感谢龙董事长建立华盛顿小学，让我有这么棒的学校就读。感谢校长、副校长还有主任们为我们的学习做出最好的规划。感谢所有照顾我们的老师，因为你们的谆谆教诲开发我们的潜能，让我们更茁壮成长。学校里所有的阿姨叔叔们为我们维持最棒的学习环境。最后感谢爸爸妈妈，因为你们的好眼光一舍得花钱，我们才能学得比别人更多更好。陈立业、林永杰、卢慧欣、卢成富、林婉萱，祝福华校校运昌隆，师长们身体健康，平安幸福，学弟妹们学业进步，毕业生一帆风顺，红尘万里，珍重再见，我们一会回来看你们的。虽然离情依依，其实只要心中存着一份情感，离别就不再是离别，而是人生另一个阶段的开始。接下来，欢迎由606班带来的英文毕业感恩词，我们欢迎606国际班。Have any back?
Every day I'm shuffling.
毕业歌。在唱毕业歌的同时，我们在舞台荧幕两侧会播放出毕业生在六年求学点点滴滴的照片，请大家来听毕业生静静观赏，当然要有你们最感动最甜美的歌声。谢谢你们。Turn around.
student teachers. 毕业生向师长行谢师礼。我们恭请董事长、董事长夫人还有罗校长上台接受毕业生敬礼，也请毕业班中文、英文、业务还有外师们到班级前面接受学生毕业生的敬礼。Attention! Bow to your teachers. Thank you, teachers. 现在是毕业生向师长献花，请中英文外师及业务老师接受学生及家长的献花。Please, students, you may now present your teachers with flowers. 也请献花的代表带着你们鲜花送给曾经教导过的师长们，表达全体毕业生诚挚的感谢与祝福。
掌声高飞，鹏程万里，珍重再见。